爱的吃货朋友们，你们是否对游轮上的餐点感到好奇呢？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看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上丰富多样的超凡美食，绝对能够满足您的味蕾。这里还提供来自各个国家的美食，让你们绝对不用担心选择不够。您知道吗？其实您购买游轮配套之时，就已经包含了大多数餐厅的费用，让你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美食。海洋光谱号的主餐厅每天都会提供不同的菜单，从前菜、主餐到甜点都可任意享用，而且没有限定点餐次数和分量，爱吃多少就叫多少，只会担心您吃不饱，保证你整周都能品尝到新鲜美味的佳肴。而且船上也会委派特定服务生为您服务，根据每天的观察，服务生绝对会了解您的餐点需求，为您提供最贴心的服务。帆船自助餐厅是吃货们的天堂，让你们可以畅享美食直到心满意足。这里提供了不同种类的自助餐点，无论您是想吃西餐面食还是港式点心，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食量吃遍所有的美食。不仅如此，在这里也可享用招牌的索伦托餐厅，感受皮薄馅多的披萨口感。另外，船票还包括以下餐厅的用餐费用，真的是多得让人难以选择啊。如果您想来点不一样的特色餐点，还可以额外付费享受不同口味的料理。这些餐厅除了提供特色美食，还有与众不同的用餐环境，让您沉浸在一场别具风味的盛宴中。来到游轮上，怎能不小酌几杯呢？海洋光谱号上设有各式各样的酒吧，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机器人酒吧，只需在平板上下达指令，机器人们将以流畅的动作为你调制一杯属于自己的精彩特饮哦。让我们一同登上海洋光谱号，尽情享受美食的盛宴，并度过一个令人难忘的美食饕餮之旅吧。